订购 Enterbay 1:9的篮筐，今天店家终于通知到货，但到货数量也蛮少，箱子也是非常大的一箱。最重要的是这张保卡一定要留着，内容物全部都是附在黑色海绵里面，还有这一张贴纸你要自行贴上去。这篮筐组装其实相当简单，最主要这边有个卡榫可以跟这个篮板直接做一个连接的动作，还有这个三角锥连接这边这边，最后把它卡在这边就算完成了。那整个其实比例还蛮大的，加上它有附赠你一个放球的球架，跟1:9 Jordan 放在一起的比例，它与 Jordan 搭配起来真的相当相当帅气，那种灌篮的姿势真的是超级帅。这个角度跟灌篮姿势是相当的好看，飞翔的感觉。桥姿势真的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。那如果大家有买1:9的 Enterbay 的公仔的话，不妨可以搭配1:9的 Enterbay 篮筐，这样效果搭起来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加分，而且非常好看。虽然它的篮筐还不便宜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 ，Love and Peace， 拜拜。